老太太您好，有事吗？我是百盛超市的调查员，我这儿有一份意见表，想麻烦您帮着填写一下，希望您对我们公司多提宝贵意见。可是我不识字啊。这个没关系啊，我可以帮您填，您只要回答我提的问题就可以了。您只要帮我们填完这份意见表，不但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小礼品，而且还可以参加这个月的抽奖活动，奖品是彩色电视机一台。抽奖我不敢想，哎，礼品还比较实际。哎，你们送什么礼品呀？啊，你看，就是这个精美的玻璃杯组。哎呀，不错，挺漂亮的。哎，你进来吧。哎。哎，老太太，就您一个人住在这儿啊？我跟我儿子。那您要不要帮您儿子也填一份调查表啊？哎呦，还多送一套玻璃杯吗？那当然，可是您得清楚地填写他的资料哦。没问题，你帮我填写吧。关 Sir， 关 Sir，查到了。好，就这样。这个再查一下。怎么样？查出来了，郭金凤的男朋友叫张世豪。喂，好，好，我知道了，浩哥，车来了，做好准备。到了，到了。还有人没到？还有人没到？没到，没到，没到，没到。
大怪，过来，快点快点，都别动，快快快，好，快点，都别动啊，快快，打死你，快快，快走，快，哎呀，快，快，快。怎么样？拿下来，搬下来。哎，哎呀，打开看看。好，好，这个，打开，打开。哇哇哇！哎呀，浩哥，这下我们可吃穿不完了啊！我打牌不怕没有钱了。你就是打十年牌，你不怕没有钱？别高兴，行，快走，小马，把车收了，走，快，来，接着，接着。快把门关上。你干嘛？分点儿啊！Son of the bitch! It's goddamn joke!你不是抓到人吗 ？What's going on？ 这两个案子不一定是同一伙人干的。Why？ 两次都在机场、货运站作案，绝对有可能是同一伙人干的。那也不见得，在我们没有掌握确切证据之前。谁也不能下这种断言呢。Nonsense, you bloody fool！ 阿关呐，说话呀，这个案子可是你自己要办的啊，你别光让我一个人挨骂呀。我也怀疑是同一伙人干的。嗯？为什么？你有证据吗？没有。所以我才说我怀疑嘛。你没有证据，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我倒不是怀疑两个案子都发生在机场货运站才这么判断的，我这么怀疑有我的道理呀。哎，有什么道理啊？你快说啊。上次的案子现场遗留下几个赃物，这一次又留下一笔赃款，那又怎么了？哎，也许是抢匪走得急了，不小心遗留下来的嘛。不见得，上次的劳力士表和这一次的美金包扎的都很好，没有道理自己掉出来嘛。那也有可能是抢匪检查赃物的时候掉的吗 ？Quiet， 听他说，你别吵。这些赃物像是抢匪故意留下的。为什么？这有点像是一种仪式，把赃物留下一点，分给当地的土地公讨个吉利，免得土地公心里不高兴，告发他们。Ridiculous but acceptable。你同意吗？嗯，同意。那就赶快出闸。
怎么啦？老婆跟人跑啦？啊？你个小王八蛋，那么爱耍嘴皮子。当初为什么不去干主持人？像人家曾志伟那样，又干主持又拍电影，能赚多少钱呢？也不至于搞得你今天坐大牢啊你！坐下！干嘛？你想逼我出手揍你啊？不必了，我可没有那么傻、啊。放开我！放开我！乖乖给我坐好啊！我问你，今天早上有辆运钞车被抢了，你知不知道？怪了，我一直被关在这儿，我怎么能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你脑子进水了你？你抢运钞车的情报谁提供给你的？一小姐。一小姐，她叫什么名字？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行，有你的。我再问你，张世豪你认不认识？不认识。那外面怎么有风声说你是他的满前卒？因为他提供假情报给你，才落入我们警察的圈套啊。放你个屁，老子能是他的马前卒？老子最起码和他平起平坐。这么说你认识他了？我说过我认识他了吗？我只不过是听说他而已。那这个假情报不是他提供给你的了？别再问了，我不会告诉你的，等在法庭上问我的律师好了。啊，所决定的这一最新措施已引起香港市民的激烈回响，目前香港街道充斥各种不同意见，移民局表示此乃正常现象，完全可以理解。本台消息，今天早晨启德机场货运站内发生一起重大持枪抢劫案，据在场目击证人指出，今早10:40左右，数名持枪蒙面歹徒强行闯入机场货运站内，持枪胁迫在场警卫，并枪伤一名警卫之后，抢走即将运往台湾的价值1亿7000万左右的美金及港纸。作案时间前后不超过10分钟，作案手法干净利落。他是继本港劳力士人家被抢，你高兴什么？再度发生了一起重大抢劫案。没什么，我想起了法国四傻演的抢运钞车的喜剧，手法极其相似。而被抢金额之高，更是创了本港开埠以来的最高纪录。警方目前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仅表示已动员全港警力深入调查。今日稍早，豪哥，你回来了。大使就香港，还没吃饭吧？赶快过来吃饭吧。梅姐首相提出，香港新机场的兴建仍将继续进行。目前新建地点已有明确目标，只待深入勘察研究之后即可决定。据悉，新机场将采用新式钢筑建筑，外形简洁流线，建成之后将会是全亚洲最漂亮的国际机场之一。移民局为因应国际局势的变化，
呢，快拿出来看看。啊，钱呢？啊，哎呀！美金，阿芳，我们结婚吧。那现在我们可以吧？官色，传真来了，美国 FBI 的传真。哦。好。这次运钞车抢劫案和劳力士抢劫案，虽然在作案人数和手法上不完全相同，但是却存在着两个共同点。一就是，案发现场都是在机场货运站。二是两个案子的劫匪都故意在第二现场留下部分赃物，所以我们推断这两个案子可能是同一伙人干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传来的资料，里面有被抢劫的美钞编号。本案由梁探长指挥，我们已经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各国的银行密切注意这批美金的走向，同时我们必须要派出所有的警力盯住每一个娱乐场所，赌场、黑市、两梯店、期货市场、楼盘公司、商场、宾馆饭店，凡是有可能发生大额交易的都必须追查到底，一旦发现有人持有这批被劫的美金立即逮捕。
ID。刚才是不是你打电话报案的？哎，是是是，哎，你们稍等啊。好。这是刚刚发现的。对，其他的钱在哪里？啊，请这边来。啊。阿峰，嗯，这个送给你，结婚戒指。啊，这不会是你以前抢金铺的存货吧？你说什么呢？这是我刚刚花了十几万买的。傻瓜，你急什么？这个怎么样？试一下。可以试吗？可以。我来吧。哇，好漂亮。郭金凤果然跟那件劳力士案有关，绝对有关系，只可惜我们没有证据。不着急，证据可以慢慢找。没错，我现在最感兴趣的不是他，而是张世豪。全天24小时监视他们俩的一切行动，注意他们和什么人发生接触，调查他们的银行存款以及所有的消费情况。Yes, sir. 喂，是我。怎么样啊？答应了。好，太好了。多少钱呢？啊？我天哪，这不是狮子大张口吗？哦，别，你告诉他，钱不是问题，要多少给多少。谁让我喜欢那个地方呢？对。先稳住他，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拜拜。
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参谋一下。什么事儿？我们俩的婚礼，想怎么办啊？哎呀，神经病！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呢。随便，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有两个建议。什么建议？第一，我们在香港半岛酒店的顶层开个 party， 然后坐直升飞机从天而降，给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一个惊喜。哇，这样太浪漫了。那第二个呢？第二，我们租一艘香港最大最豪华的游轮，在船上安上所有的娱乐设施，把我们认识的所有的朋友全都请过来，让他们玩得痛痛快快的。那样太奢侈了吧？这有什么奢侈的？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情，是最值得庆贺的。花再多的钱，我都不会心疼。再说我这辈子娶的是你呀。阿峰，你还记得我们俩参加徐丽莎的婚礼吗？那时候我就想，人有了钱，就可以这么气派的，这么夸张。还有当时，你看人家的那种眼神，那个羡慕啊。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等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要把婚礼办得比他们更气派、更夸张。我们现在有钱了。小点声，妈在午睡呢，别吵醒她。你呀、啊，花这么多钱办婚礼，首先妈就不会同意。其次，更重要的，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你什么意思嘛？你又不是船王包玉刚，更不是李嘉诚，我们现在把婚礼办得这么铺张，只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尤其是警方。所以啊，我觉得还是把婚礼办得普普通通的就好。不行，那样太委屈你了。再说，那样你就满足了？我当然不会满足。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婚礼越风光越好？可这不是我真正要的。我真正所需要的是运用我们两个人的智慧，在别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我们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老婆，你真好。你放心，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的。谁呀？开门呐！干嘛呀？接老婆。什么？接老婆。老婆，接老婆，还没请到就叫老婆呀？啊、不行，张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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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提老婆。张嘴，好好，张张长，快点，听不见，听不见是吧？来来，大声点，大点声，大声点，使劲打。好了好了，开开门吧啊！开门，来来来，给你们红包，就是啊，给你们红包，红包，拿着拿着，好了，给你。哎，不行哎，对方就想打发我们了。不行，我们有三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新郎和新娘是何年何月何日认识的？你们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1965年7月1号，哎，7月1号对不对？对啊。好，就问你们答对了。不行不行，没答对。好了好了，饶了他们这一次吧。第二个问题，听好了啊，新郎你听好了。新娘子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衣？哇！红颜色的，红颜色的，红颜色的，对了吧？第三个问题，新娘子喜欢吃什么？酸儿辣女喜欢吃酸的。错了，把你做俯卧撑20个。哎呀，20个太离谱了！不行，不行。20个，20个，我天呀，20个，猴哥，好，来吧，来，1、2、3、4、5、6、7、8、9。
多少啊？9,999,999！ 哇，太离谱了吧！哎，给这个，哎，这样吧，哎，9,999啊，好不好？好了好了，开门吧，开门吧啊！来吧来吧，每个人都有一个红包的。好了，开门吧，开门，每个人都有。今天呢，阿豪他们结婚了，你也高兴，替他们高兴啊！替他们高兴啊！啊，保佑他们白头偕老，快给你爸上香啊！哎，高兴啊，高兴！哎呀，总盼到这一天了。是啊，小孩子孝敬啊。豪哥，哎，快，给妈奉茶。奉茶奉茶。奉茶。来了来了来了。新郎新娘给妈妈奉茶，妈妈喝了莲子茶，祝你们连生贵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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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好好。嗯，好好好。这是给你的，哦，好，我一定要喝。哎，嗯，好，好，这是给你的。你看，婆婆给。哎呀，来，阿凤，妈妈给你手镯，真漂亮，家值好啊。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啊！谢谢，谢谢啊！哦哦，发红包，发红包，都有份啊！干嘛？都有份，漂亮！啊，都有份啊！别抢，别抢，都有份。张志豪，都有份。喂，你们干什么？走开！怎么回事？你涉嫌抢劫。这是检察官签署的逮捕令，把人带走。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豪哥，是啊，怎么没有错吧？你们怎么回事啊？安静，阿凤啊，张世豪，你还认识我吧？你不是早等着这一天了吗？嗯。你有权聘请律师并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供词。带走。哎呀，你们不能抓他呀，求求你们了，不能抓呀。哎呀，不能啊，这怎么回事啊？我儿子犯了什么法呀？他今天结婚了。哎呀，叫救护车。放。阿姨，阿姨，阿豪。
走水！为什么不让你走？我不让你们抓他，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阿姨，你歇会儿，别着急。好哥，你什么也不要说，我会来救你的。好哥，快放手！走，快放哥！不要放手！住口啊！你怎么样？怎么样？阿姨，怎么样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啊？没事的，阿姨。阿姨，我疯了！阿豪到底出了什么事啊？造孽呀！你真是造孽呀！没事的，妈妈。豪哥没事的，来，小燕，凭什么呀？好了，好，你们干什么？你们误会了，我不是鸡啊！嚷嚷什么呢？还不是鸡啊！我真的不是、好好审审啊！抓着你有什么用？你们凭什么抓？我是带过来啊！赶快给我放！张志豪，我又干什么？小燕犯了什么法？你自己不清楚吗？我不清楚，你老犯什么法了？我。半个月前，在香港发生了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抢劫案，满满一车美钞和港币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但是这些美钞的号码都曾经记录在案。很巧，那天晚上你在澳门赌场所使用的美钞的号码，与那批丢失的美钞完全一样。这一点不知你有什么说法没有？我不跟你说话，无聊。等我的律师来，我现在不回答你任何问题。哦，阿勋、老何，你们来了啊！大嫂，老何来了、大嫂，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问题可能出现在那批美钞上面。你别担心，大家一起想办法。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注意老太太的身体啊。我听豪哥说，我们在警察局里有一个眼线。是有一个。你赶快与这个人取得联系，看看警方究竟了解和掌握了多少情况。啊，阿勋啊，你这就回去。好。你们也要出去避避风头。所有和这案子有关的兄弟，这段时间千万不能露面。能藏的就藏，能走的就走，千万不能让警方找到。还有那批美钞，千万不能再曝光。好，你放心吧，这事我会去处理的。走。阿凤啊，哎，妈，你好点了吗？哎，别管我，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好活的？阿豪才是最重要的。妈，您别担心，豪哥不会有事的。我会请香港最有名的律师为他辩护。我不管你请什么律师，我只问你，阿豪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人家警察挑你们结婚的时候把他捉走啊！豪哥什么也没有干，可能是商场上的纠纷，有些误会还没弄清楚。等上了法庭，这些误会弄清楚了，也就没事了。那就好，快，快扶我起来！你要去哪儿啊？我去看阿豪啊！哎呀，您现在这样怎么能去呢？
再说了，豪哥还关着，不能见。您就是去了也见不着他呀。嗯，等过两天呀，我去看他啊。好，你去，你跟他说我说呀，让他好好的跟人家法官呀解释清楚，别跟人家使性子。要是做错了什么，惹了人家原告不高兴啊，那就给人家原告啊好好的道歉赔罪，实在不行啊就赔人家点钱，别再惹麻烦了。好了好了，您就放心吧，我会见豪哥的。您呀就别想那么多了，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妈，您饿了吧？我去给您做点饭。哎呦，阿豪不知道回不回得来呀，还吃什么呀？哎呀，快把这结婚礼服脱掉，你丈夫都被人抓去了，还有什么心情穿着结婚礼服啊？